绕进队伍来到彰化分院的文德国小附近，结果队伍就这样转进了学校里头，而且是靠近的溜滑梯，所有人就这样护送妈祖走上了溜滑梯。民众跟信徒看到的这一幕感到相当的不可思议，而且是靠过去围观。不过您可以看到了，当时栾教士走上了溜滑梯之后，就在这个地方持续了好几分钟的时间，大家都拿出手机赶快来拍摄。这是苗栗的白沙屯妈祖，昨天是到了彰化分院的文德国小附近来绕境，但是整个队伍就这样走进了文德国小里头，而且栾教靠近了溜滑梯，让所有人感到相当惊奇的是，栾教就这样上了溜滑梯。不过最后呢，是因为安全考量的关系，没有让整个栾教这样溜下来，而是采用坐的方式在溜滑梯上，让所有人把这一幕呢能够顺利的拍摄下来之后，最后再让这个队伍缓缓的走下来。